那面试五十几间，好了，那面试五十几间公司之后，那面试五十几间公司之后，我们可以做个结论了吧？那90%的企业需要的是怎么样的人？就是你需要有想法、有创意，然后你要会当。好啦，那面试五十几间公司，那我们可以做个结论了吧？那我们大家现在目前需要人才是怎么样的人呢？90%就是你需要会企划啦，然后会剧本，有编剧想法，有创意，然后你要拍摄，你要剪辑，你要。好啦，那面试五十几间公司，我们可以做个结论了吧？那90%的企业呢，大家都会需要这种人才。好了，那面试了五十几间公司，那面试了五十几间公司，我们可以做个结论了吧？90%的公司呢，大家都会需要。企划。好了，面试五十几间公司之后，我们可以做个结论了吧？那90%企业都需要这样的人，听好喽，需要会企划，会。好了，那面试五十几间公司之后，我们可以做个结论了吧？那我们所有的企业都需要这种人，听好了。那面试五十几间公司之后，我们可以做个结论了吧？90%的公司都在找这一种人。啊，那50%，好。哦，那面试完50%。好了，面试完五十间公司之后，我们可以做个结论了吧？那大部分的公司都在找这种人，你要会企划、会拍摄、会灯光、会收音，你要剪辑、上字卡，你最好还需要会一点特效。那我们整个沟通希望是越顺利越好，我们要求不高啦，就这些而已，简单。然后我们一个礼拜10支影片好了，简单啦，这很简单的影片，要求不高，就很简单啦。所以我们这要求不高，薪水起薪32000啦，因为我们要求真的不高，所以一个礼拜10支做完这些就是 OK 啦。我们要求不高，通常不会退回啦，但我们要求不高。